这个号还差300-400就无敌战神了，结果号手没时间打了，想让阿宇帮他打上无敌战神，但是不知道阿宇能不能打上去。这度假岛的老六是真的多呀，第一局没加分不说，还扣了11分。这个吉利服怎么毒都来了还不进拳，真够厉害的。牛啊，真的是一山还比一山高啊，一六更比一六六啊。这度假岛怎么玩，只能来打海岛了，但是这海岛高手也太多了吧。你看这单字 ID 杯，还有这个叫金奇美的老六，这两个人都是无敌战神，都是以前撞到过的。这度假岛全是老六，这海岛全是高手，这怎么玩？这把的航线是从 P 港到达洋房，创乐园是在航线上的，所以说可以直接飞创乐园。主楼的榴弹发射器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说来这个太空楼来抢。这把太空楼竟然没有跳人，人都跳到旁边了。场上的敌人打得真够激烈的，先把这个榴弹发射器给他捡了再说。哇，这个人好大胆啊，他的站位竟然站在这么空旷的位置，真的是太牛了。听脚步低到有人，直接轰死。前面小仓是有人的，扔颗雷看能不能炸到。哎，他怎么跑出来了？把这颗雷扔出去，然后直接用榴弹器轰，三发带走。又是一个，一颗瞬爆直接带走。不是，这什么情况，怎么没炸死啊？换上 SLK 补一下伤害。我说怎么没炸死呢，原来这个人有战地医疗站。快战神的局就是不一般啊，这创乐园竟然没有一个活着的波波车，全要刷了，得走，得去找车。刚好前面有一辆黑色吉普，把它开走。这附近应该没有老六吧，兄弟们，没有人会在创乐园附近遛人吧。心惊胆战，胆战心惊啊，风格爷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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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有蹦蹦换蹦蹦。哇，这个旅行车是从哪里来的，它不会是从机港搜出来的吧，那它应该挺肥的，直接换位射击，成功带走。不要舔都不要舔，直接开车进圈。这第一个圈马上就要刷完了呀，第二个圈已经刷出来了，去哪呢？这快无敌战神的局可不能像低端局一样去到处去找人杀，必须得运营一下。这个位置怎么样，就在这里待着看第三个圈怎么刷，要是第三个圈刷龙脊山那就不用动了，说不定还能收到人头呢。哇，这第三个圈已经刷出来了，不在圈呀，得开车进圈。这还不能从机港的桥过，很有可能会被人堵桥的，必须得绕一下，绕一个大圈，从二城背后的桥过，或者从外城桥过。看一下阿宇准备从哪里过桥，阿宇是走二城背后的这个桥过，还是比较安全的。进到圈之后还有个空投可以捡一下，看看里面有什么，是个妹控，怎么不是 MG3 呢？捡完空投就来这里待着，这个位置怎么样？感觉非常的有安全感呀，应该没有老六吧？应该没有老六，对的，应该没有老六。这什么情况？怎么第四个圈刷的竟然还不在圈，还得开车进圈？这第四个圈去哪呢？提前开车进圈吧，要是晚进圈的话，路上出现什么意外可不太好了。饮料喝一下，能量打满，直接开车动身。出发，不好，这辆金马有想法，快走快走快走，而且听声音好像还有一辆蹦蹦尾随其后，这不能下车打，必须得往前开。看一下这辆金马动向，他还真想追，躲一下别被撞。完了，车没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快走快走。哇，这个蹦蹦果然行动了，来树后躲一下，封一颗烟。这树有点细呀，挡不住怎么办，兄弟们？走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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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封两颗烟。哇，怎么越来越准？不会交代在这里吧？这里地势还不平，放不了大炮。真希望现在出现一个老六能把他给解决掉。他一直在那想墙，怎么都没有老六出手啊？可算跑到这个大树后面了，短短的数十米，简直是生与死的距离呀！捡一下包，填点烟雾弹。天哪，这个人竟然还在那里。这大炮架不了啊，这怎么办呢？这有点烦啊，挪一挪挪一挪，哎，这里能架，直接走直接走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来这个房区，这个房区应该没有人吧。哦，阿宇小心一点。哦，这些敌人是真猛啊，咬得真死。兄弟们，这是第几个圈呀，考一考大家。现在圈又刷了，阿宇又不在圈，而且现在的情况比刚才更糟糕，因为阿宇连车都没有，而且连大炮也没有，所以说必须得提前进圈，要不然最晚进圈的话一被卡那就当场死。希望不会有人发现阿宇，
这前面有辆吉普，应该没有发现阿宇吧？希望他是一个瞎子。他开走了，还是说停到反斜后了？看不到他了呀，有点危险。如果这个吉普是个高手的话，他很有可能会假装没有发现阿宇，然后藏在暗处，等阿宇动身的时候来一梭子，然后阿宇就嘎了。现在一切只能交给运气了，这要是遇到个伏地魔，那肯定就没了呀。贴着圈边跑了半天，也算是进到了圈里，而且还发现了刚才的那辆吉普。他在圈边狗分呢，直接把他偷掉。这个开吉普的果然是个瞎子。现在阿宇还在圈，所以说不用动。山坡上有个波波车，好像发现阿宇了，没有打掉，得换位置吧。阿宇还行，这个位置他打不到。哎，他被偷了，他被背给偷了。这个石头位置不太好，上面的和左边的都能打到，必须得换个位置。来到这树后，这个树还可以，上面的人打不到。但是背开着黄金玛莎过来了呀，看着是想杀阿宇的。扫了一梭子就中了一枪，敌人就在树后，这种机会不能错过，必须得扔投掷物。但是怎么是个低抛啊？再来一颗，再来一颗，都没有烧到，打一下前枪还被对方给消耗到了。探头要射，消耗中一枪，直接出来打。我去，这身后怎么还来了辆蹦蹦？这个老六来的真及时啊！没有燃烧瓶了，先扔一颗铝热弹，然后再扔雷。这两颗雷扔的有点，这是在埋雷吗？也扔了个震爆弹，但是没有震到，而且敌人还被烧到了。低打高怎么打？直接出去打，左边中了两枪，然后向右一个大跳。我的天哪，怎么没打过？果然高手的思维都是一样的，说撞车啪啪啪全部撞一块了，根本不给阿宇喘息机会呀。第三名杀八个，加了18分，有点遗憾，有点遗憾。